我就觉得加州真的是一个太酷的一个地方，真的，真的是。你看现在下超大的雨，但是我从来没看过加州下这么大的雨，真的太可怕了。OK， 哇哦，哇哦，我们到了 Del Amo Fashion Center， Let's go， shopping， Let's go。哇，那是最酷。我现在来让你看一下，现在艾迪达现在的 design 是怎么样。其实美国的 clothing 就是 clothing and fashion 都折价非常多，nearly 50% or 25% depends on the seasons. Right now， 它可能换季吧，可能换季他们又会有其他的 season 的衣服要过来。刚刚的那个 clerk 他跟我说，就是他们现在在清仓，所以有一边不能拍，因为他们觉得很乱。啊，我也是觉得 OK 啦。好，那我们现在去下一家店 ，Let's go。Just watch me break. Wow, what is this? Odyssey. 奥德赛，奥德赛是什么东西？Yes, is it like a VR? Yes, right, but I grew up with VR. Can I try it? Sure. Yeah. Cool. I'm like trying to shoot a, like a YouTube channel, YouTube video. Okay, cool. I'll try it for you. I'm happy. Okay. Right now, you're gonna play some VR game. All right. It's pretty good. All right, look straight ahead, but okay. Get straight ahead. You look straight, so straight ahead. Okay. Wow. Okay. Wow, 现在是在一个白色的平台里面。哇哇，这云霄飞车哎，哇靠！哇，现在的云霄飞车都已经不用去游乐园了，可以直接坐在这边就可以玩云霄飞车。哎，是真的哎，哎，真的是一个超懒的一个出去旅游的一个活动哎。看科技真的是会一次很懒，哎，其实蛮可怕的。那算了，管他了，就让他可怕吧。好久没坐云霄飞车了，其实超酷的。哇、wow, ！我最后一次坐云霄飞车的时候，大概是在不知道大学还是高中的时候，有毕业旅行。啊，对，我大学好像没有毕业旅行，高中的毕业旅行的时候去。哇塞！哇、wow, ！真的是太酷了，真的太酷了，真的太酷了。哇、wow, ！OK OK， 让我想到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有一个很可惜的，就是我还没做到玛雅探险，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年纪还不够大吧，身高还不够高，他不让我做。哇塞，太酷了！哎，真是太酷了！这是椅子，哎，你是在看我椅子上一直摇？其实我真的很想把画面录给你们看，这真的是一直在玩，一直在玩，真的是太酷了，太酷了。好，现在进来，现在结束了。哇、okay. wow, 真是太酷了International brand of Chinese food 鼎泰丰 OK 看我鼎泰丰鼎泰丰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鼎泰丰的 design 这边的鼎泰丰设计其实很漂亮给你们看一下Dim sum， 对，我们要吃小笼包，小笼包。你们可以看到小笼包，你看到师傅，就你们可以看到师傅，师傅他们现在在制作糕点，制作糕点真的是一个非常费工的一个行程程序，而且是需要经过磨练啊。那里面应该是蛮热的吧？你看一下。
超会做菜，他们做的东西超好吃，是真的非常好吃。对，对我有一些西班牙裔的朋友在这边，来给你们看一下他们这边的设计 design， 超棒。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 follow LeBron James 的 Instagram， 很多的消息或者是他现在在干嘛，其实都可以 follow， 很酷。对，他们也很喜欢展现自己，酷。OK，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看的。哦，刚刚被其中一个，应该是算是其中一个 manager 吧，主管，就是说，就如果要他要向上呈报说，如果你要记录影片的话，你需要报告给上面的人知道，那就是说这个是做什么用的，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如果这边不能录的话，那其实可以，我可以不要录，反正没有关系，那其实 OK 啦，其实有好有坏，就是有些人。反正人生嘛，就是有些人觉得 OK， 有些人觉得不 OK， 那有些人觉得就是这样子做不好，有些人这样子做很好，各有各的好，那 OK， 就如果有些人说不要，那就不要，有些人说 OK 就 OK， 其实就是这生活就这么简单，对，这生活就很轻松。然后 right now， 我们去 Delmo 外面。我觉得去 Delmo 外面很酷，就是我跟你讲，人生最棒的就是搞破坏，没有啦，我就是创新。我觉得人生对我来说，我人生最重要就是创新，而且蛮有意思的，很酷，我觉得很好玩。OK， 结账去。哦，这边有好多东西啊，我忘记这叫什么了，它是英文版的，对，英文版的，看一下，英文版的，很酷，好像叫，没错，日本的 Pocky， 什么是 Pocky 呢 ？Pocky 就是最经典的巧克力棒。我们今天来到 Delmo Fashion Center 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人来来去去，那不过也有很多创新的东西嘛，对不对？如果有人喜欢逛街的话，那就可以去 Macy's 百货、JCPenney， 然后如果有人喜欢 Arts 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画展。如果有人喜欢去 Nike、艾迪达运动店，不是运动店，运动用品店，去逛街的话，欢迎去。这边都有折扣，通常过季的时候他们都会有50%的折扣。那通常，过季用品真的是有50%的折扣，要么就是75%。我们下期再会，拜。你们讲中文啊？你们讲中文。好，你好。啊，你好，对，你好，来来来，来 K K， 今天是你生日对不对？不是，今天不是。